我是刚刚列车的那一班，是2022年2月3号。瑞芳，那教练2积分，我们是21次哦，树林八车将北回香港花莲的 PP 是这样。那这样货单你要写吗？来，1002单单据哦。你还是要写，只是得第几个人？就是他开比较清楚。你家的是481是哦？9:30。9:30。对，9:30。四八一四，青龙方的将三号香港八的小哥车，三位啊。9:29，21次助理把这张白香港花店的 PP 之奖哈。关闭车门。9:38，大家让那个没什么了。1:00，欧阳南。这边1020了，他是地下线要转那个边路。这边1020单电桌 PP 电脑加手机 PP 车厢加 PP 1002单电桌 PP 电脑 PP 车厢2124苏宁八车江北线啊，华联 PP 车厢在瑞芳二王站驶离。481次，那个。青龙八道将三号线啊八道子三节地 RC 元素超个车，在路上那是一切个案，我们再见，麻烦。